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畅畅。今天录一个很好玩的视频，就是模仿《康熙来了》里面的几位嘉宾。有一点紧张。Are you ready? Yes, I'm ready. Action， 开始。第一个模仿的是心咩咩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心咩咩。我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用上颚共鸣讲话，还有帮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鉴别好男人。为什么我会帮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鉴别好男人呢？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吃饭很可怜哎，然后我也很想让我身边女生朋友的男朋友为我吃饭。如果他是好男人的话，就不会这么为我了。所以我在帮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鉴别好男人呢，或是心咩咩。大家都会上颚共鸣，为什么不会？接下来要模仿的是 Melody。 You know why? I know. Well, 我读的是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。 康永哥他叫我刷马桶，哎，康永哥怎样？你要告他吗？接下来给大家模仿的是徐志奇。徐志奇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有没有看到他刚才他又演错，哎，正常人怎么会有这个动作？正常人要不是徐志奇你这个狐狸精吗？他给我这样子，哎，徐志奇你这个狐狸精。 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出太粗鲁的动作，哎，被女生排挤是我的命运，我了解。接下来要模仿的是宝藏女孩郭慧妮。鸡魅惑是我的专长呀，想说性感有两招，秘诀是嘴唇文章，一种是有杀气的性感，一种是我露点了但浑然不知。最后 ending 的部分当然是交给我们的志玲姐姐了，加油加油。林志玲她就是私下烟酒都来呀， Whisky， 我这是酒呢， Yeah， Whisky， 加油，我是志玲。